府永长反锁化，无关的事参阅周群就可以，别把会中要以祷告结束。特别呢，如果在家里的小区，也要关心一下今天谁没有来，彼此提醒一下。晚上还有夜间的聚会啊，能够把它带来。无论如何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好吧？那我们这一章纲要，我们下周二各区能够带回去，不是听完了就结束。我们深入的借着这张纲要，再有祷告，再有在主的光中一同的研讨交通，让主带领我们在主的聚会上更多的有进步。